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怎么了？他说我有看过吗？没有，我帮他看，对，帮他。这边有内伤吗？对。那什么内伤？跌倒。是工作吗？撞到还是说，有时候他要搬东西，搬重的时候不小心拉伤了。哦，搬重物啊。好的，好的。那个，帮他量一下。帮谁？帮谁？那个面包。很巧哎、欸。对，我收了。里面有些东西。因为我觉得最近人家有重。我在忙，我在喊头痛呢。被擦到了，对，它是有毒的，要拔。啊？被擦到了，它是有毒的，那个我都头部位的疼很疼，要看多严重。重点是你可以去哪里，然后被擦成这样。他就上班到处跑，因为上班到处跑。复杂嘛，气都把它不好。到处去收脚踏车，各大捷运站，还有经过自强隧道那个山洞，是你自强。努力配单拿出来，努力配单拿出来，然后警探就帮你看一下。15、20、20，压掉轻点，我一针。等一下，你回去把这压掉轻点烧化了，然后用热的毛巾敷在这里15分钟。你连续给我敷。中医，小专业，小专业，把你配搭拿下。针
接我。对，然后。跟针灸又没关系。然后我之前这里都会有那个淤青。淤青莫名其妙的淤青。对，就淤青了。那应该是很久了，你痛很久了。玩了一段时间，到有一段时间。他上去。你电到里面。现在又比较好了吧？我打了热水。我先那个。坏的，彩绘。洗完应该就不痛了，洗个三天。
一样三天都是湿，就是用毛巾敷湿。全身擦完再敷湿。OK， 好，好。反正他是要洗澡嘛，那就洗完就好。敲钟，可不问敲钟。新增公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，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就谢谢，拜拜。